美国誓言要让伊朗一点石油也卖不出去，很显然这是伊朗釜底抽薪的举措，因为伊朗所有的发展都离不开石油。美国威胁全面封锁伊朗石油，当然不是仅仅说说而已，而是各种行动的密切配合。除了经济施压逼迫他国配合之外，美国还在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准备，美军三个航母战斗编队进入波斯湾，大量炸弹运送伊朗周边机场，挑起赫台达之战，激化伊朗与以色列矛盾等等，都是美国的基本策略。当然面对美军的步步紧逼，伊朗也不是甘愿投降，而是不断的反击。针对美军军舰封锁战略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，伊朗军队先后三次向美军航母方向发射了火箭弹和导弹，虽然都遭到了拦截，但也对美军造成了很大威慑。当然伊朗都以误射或者发生故障的名义进行解释。伊朗消息报7月3日报道，美军军舰为了更好的威慑伊朗，强化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能力，开始针对霍尔木兹岛进行抵近侦察。伊朗媒体透露，根据美军军舰想要近距离侦察伊朗战区的霍尔木兹岛情况，伊朗军方进行了警告。根据伊朗消息报透露，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，伊朗宣布在相关海域进行实弹演习。美军军舰发现伊朗火箭弹和导弹在霍尔木兹岛附近进行密集发射，根本没有接近的可能，并且伊朗已经事先发出了演习警告，如果美军军舰被榴弹击中，那么只能吃大亏。在无奈的情况下，美军舰不得放弃了侦察，掉头返航撤退。法新社分析指出，伊朗实弹演习显然就是针对美军军舰侦察，但是由于那是伊朗控制的区域，其进行实弹演习属于很正常的事，美国也没有太多的办法。当前伊朗局势进入最紧张的阶段，沙特也开始通过多种手段激怒伊朗，美国开始不断拿石油说事。军事专家指出，美国尽力避免直接与伊朗交战，伊朗也避免与美军直接碰撞，但是发生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在不断加大。伊朗深知美军欺软怕硬，所以其也没有妥协的空间，只能选择强硬。俄卫星网指出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经营多年，美军想通过封锁该海峡，从而全面切断伊朗石油运输线，显然也是不现实的。伊朗局势如何发展，下一步会不会爆发大的冲突，值得持续关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